就是啊，我没办法啊，烦死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压力很大，因为我想说，完蛋，他办了，如果没有人来，我就很尴尬。然后我就去星巴克坐着，然后我就开始在就是上主播做一个演唱会的宣传影片啊，然后一开始训一些台北的朋友说，哎，要不要来支持一下这样。然后在就是，然后一边私讯大家说，哦，好啊，我会去。然后好啊，怎么样？然后还有人从新竹来，从花莲来，从香港来，从很多不同的地方来到现场，我就觉得就很幸运可以在这边遇见你们。然后谢谢艾文给我，就是让我知道说其实我有这个能力。然后谢谢大家这样。然后我准备了一小段话，我讲完再鼓掌这样。就是我早上写的，因为早上准备一下，我说就我觉得一路上我很幸运，持续做着喜欢的事情，从有人愿意聆听到有人愿意协助，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有求学在路上遇到的好老师、好同学，在表演和录音的过程中认识的前辈，还有很多因为音乐认识的伙伴们。那当然我也很努力，只是因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快乐的，所以不觉得辛苦。那你们一定有这样的时刻吧，就是因为有爱着的事情推着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继续向前。那我从小喜欢唱歌，到开始学吉他，到写歌演出，然后发合集，一直到现在在这边唱歌给你们听，觉得一切很难得，缘分很难得，这个夜晚也很难得。那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能获得满满的正能量，继续向前。你们的善良和微笑会闪耀光芒，照亮身边的人。我们继续互相碰撞，分享生活，保持平安健康。然后今晚的各位都是温暖，今晚的各位都是温暖的人。谢谢你们成就我的梦想，谢谢你们。这两首歌呢是就叫做 Hell Sunny， 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写到 내 모습을 향충만한희유의니유기도내틴틴의향틴틴의향유운된흥을경하，是说我时常会想像我这么幸运的有几个呢，我慢慢的听慢慢的走，然后还好有你们跟我一起。然后后面写到对声音很多 Hell Sunny 我很爱用版了一下，从小孩走到年轻人，这段日子要我怎么来书写呢？好猜应该讲暗讲，满挂在天荡，满周在共共爱堂，就是还好月亮还挂在天上，你还可以说故事给我听，是这样的一首歌。所以这首歌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很有嗓音，登场的一个很棒的结尾。然后谢谢你们来到这边陪我一起，陪我一起玩，听我唱歌，然后很感谢你们，然后带来这首歌叫做《很有嗓音》。Thank you.
现场，然后很感动，然后刚刚的话都讲完了，希望今天大家就是开心来到这边，然后要保持平安，保持善良，我们下次再相聚，然后大家谢谢大家，谢谢。